为了迎接八一建军节的到来，二军大附属长海医院的近百名军医专家昨天在上海外滩冒着酷暑开展了义诊活动。在外滩陈毅雕像前，一组鲜艳的红色凉棚排成了两个夺目的大字八一。长海医院的近百名专家教授就在凉棚下一字排开进行义诊。尽管是烈日当空，高温难耐，但专家咨询台前依然是座无虚席。我想借这个机会呢，请专家给我母亲看一下病。据介绍，参加义诊的军医绝大多数是教授、科室主任，最年长的一位已经84岁高龄。我们国家有个光荣的传统，就是军爱民，民用军。我还能为广大人民服务，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尽我一份力量。除了义诊活动外，长海医院还开展了百名专家进社区、百名专家进军营的。